现在的，金奶酪是是的。哎，我发现一件事儿，就是微博的直播是能听见耳返的，然后抖音是不行刚才在说的。啊，不要说其他平台什么行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。哎，谢谢，平安夜快乐。就这种自己跟自己说话的氛围，真的是好神秘啊。你们俩要不要参与一下？Hello，剪头发了，现在短头发呢。我嗓子不是太好，所以就小点声说话。对，剪短头发是因为想不开。这头发剪的时候，我多注意身体。好嘞，我今天拍戏，我在组里，因为新戏是那个特种兵，所以要剪特别短的头发。剪头发。剪头发第一天，我看见那个摄影，那个不是摄影师，我们那个理发师，我进组的时候头发这么长，然后一刀给我剪到这儿，我就想完了。对，新戏什么时候宣传路透？因为要保密，所以就可能不太会有很多照片什么的。这个特种兵题材，然后明年大概6月份左右会上。聊聊开心的事儿吧，朋友们。平安夜怎么样？一剪梅，嘿，真是一剪梅这头发。不是过敏，我那个什么能说吗？那个羊可以说吗？然后别人都说，行，可以说，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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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，快好你就经历过的人自然会知道我都已经的。好，好了。今天特别的，今天晚上我们所有人吃饭，说正好一起过平安夜，然后过个生日。然后看门第一天啊，看门第一眼，小明来了，闪现火炬组。我可是今天专门飞过来的，你明天就走哎，我同事过来陪我，快好了，快好了，多喝热水，别害怕，心态放好，不行就打一针。还没阳，没阳是好事啊。我也不能，哎，反别了，就如果你没有得的话，就保持住；如果得的话，也别太害怕，对吧？这也不是一个特别，不是一个特别吓人的事儿，自己注意好就好。对，能不得就不得，别听别人说什么都得一遍就都好了，能不得不得，好吗？对，独家，昨天还来了，来看我，看我班，然后结果来完了，可能就不太舒服，因为天太冷了。山东这两天确实很冷，然后风力很大，我们拍的都是外景，没地方。然后小朋友来了，就好像就今天看的，好像就有点生病了，是还给我送药，我也用上了。我在山东哪？赵老师，赵老师，哎，是吗？独家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
确实他来了以后就在我们组那个，因为他也不会进来特别好，咱们后等，就他了。不，他们都不知道，这是我刚刚，这是我剪完头发第一次上镜，就是给你们看，除了在剧组以外，没有自己拍照。谢谢，欢迎来到山东。对，都是戴帽子。李博士冷，什么？哦，主要是这冷是吗？头发有点炸毛，对，炸毛了。因为我拍戏的时候风太大了，这头发一剪，后脑勺吹得我身疼。我发型，是啊，我们刚开始刚剪完的时候都看不顺眼，前两天看顺眼还挺好因为我今天拍一天戏了呀，今天拍的，明天还有一天戏，明天要追车呢。是，山东确实比我想象中冷很多，因为都在海边，海边那海风吹的人真的是不太受得了。然后第一次剪那么短，那个风吹的后脑勺渗透。恭喜没有音的诸位朋友。你们很幸运，挺好的。山东吃的特别好吃，海鲜特别好吃，对吧？之前还说那个想多直播直播，结果嗓子就不太好了，就算了。嗨，都是因人而异。但也好，像回家过年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了。快睡啊，快睡啊，快睡！我也好啊。这是我换大点呗，这是我开工用的那个水壶，还是之前的那个水壶。食欲依旧非常好。吃蛋糕了吗？你们说蛋糕这事儿，咱们就分享一下我今天有多少个蛋糕好吗？拼多的。来，这是独家送我的蛋糕啊，一个，明哥。这是我同事给我买的蛋糕，来两个，后援会的，对吧？对，还会有会送的花花也收到了，非常感谢。谁给你剪的头发差出去别了？这是部队的要求，咱们不要跟这对着干，好吗？还有，这还有。还有，这是香薰光，这好像是我们剧组准备。今天可以吃一个，对，还有蛋糕。我今天有四个蛋糕，五个蛋糕，吃了的时候已经开始切了一个了。对，奥特曼又是奥特曼，去年也是。啊，我已经开始出汗了，是因为热吗？不是，好，我到这点开始出汗。所以今天一会儿你们可以一起陪我吹个蜡烛，我一会儿就挑一个蛋糕，好吧？我挑一个蛋糕，然后因为我怕都点完了，那个再打包装走会，我一个人真是吃不完，所以不浪费的话，我到时候分享给我剧组同事们。我空调都没开呢，我就是这酒店暖气。啊，对不起，哎呦，我现在不是感不感冒，因为我嗓子不太舒服了，然后咳嗽还行，偶尔咳一咳。我现在最要命的是什么呢？最要命的是我，因为好像说第几天时候会开始上火，我现在是有点上火，
我舌头上，起了泡，然后说话大舌头，你知道吗？我舌头上起俩泡，然后说话大舌头，然后喝水也疼，吃饭也疼。它不是喝水能解决的事儿，对，因为它太疼了，然后张嘴闭嘴就会碰到，就在舌尖上，张嘴闭嘴就碰到那个创口，就特别疼。是吧？好嘞，你们打字我看，别说话是吧？我倒是想，我有很多药，我收到很多药。好的，主要我们组里风太大，刚好，对，哎，这小李话。身材特别好，现在。有个屁用，发个烧以后啥也没了，好吗？给我烧干了，快 ！BGM 什么歌？BGM Summer Worker。我刚说什么来着？哦，是好很多了，比之前练得很特别好。现在刚开机之比之前前，太瘦了，现在让他天天健身。刚开机的时候练得特别壮，我跟那个组里弟弟浩明，我们俩练得特别壮，也不能说特别壮，比平时要壮很多，但结果就是之后就练得好，这比你中吃。招之后一烧就真的是烧干了整个人，我烧了40度。有，你可以把水烧一下，然后找个杯子。你要喝热水吗？喝热水，你找个杯子。那有干净杯子。期待李老师的新的作品吧，现在健完身了，接了一个对，跟那个先身材比较去。符合的戏，还是挺帅的啊。还是挺帅老帅老帅，对，我说这个穿上那个制服。说了话，明哥胖的嘞，谁说我胖啊？独家说的。我哪里胖？我的妈呀！我不胖，很瘦的，好吗？独家，你那个明天回去好好休息啊。为什么要说我胖？独家，他是自己的那个，明明瘦了，明明瘦了，你。一如既往胖胖，我没胖，明哥胖吗？明哥不胖呀，一后背的小哥，可以的，我不胖。别照了，别胖，不胖不胖不胖，明哥是正当年，当打之年，哎。后面的是小明啊，胖的不认识了。没事。哎呦，能跟你们聊天还挺开心的。平时我一天拍戏都说不了那么些话。真的。咱就嗓子略微有点疼，还行。神经病还那么帅，嗨，你看看。下雪了，我进酒店的那一天，
暴雪，进门之前，还是大太阳，进门之后就狂风暴雪，真的是。我眼睛红这毛病，你不是也知道吗？山里有水漱口，游泳是吧？喜欢，不是的，有吧？你看，跟你们看这头发，其实就是很短的一个。我自从反正干员没有剪过这么短，确实还挺短。你等会儿，对名你认识？会的，没事，挺好的。就不走什么可爱路线了。哎，就今年那个公司发给我发那个生日的那张照片，是我进组之前刚拍的，那会还有头发呢。然后一进组，一刀就什么都没了。哎呦，谢过来了，谢过。我们这一季呢，是一个特警题材的，然后明年大概6月份左右会上，回头大家帮忙多多支持，好吧？是缉毒题材的，我现在有点大舌头，说的不是特别清楚，你们就记着，是我们缉毒特警，然后一些是有故事还原的一些。我们把这些缉毒特警的事迹拿出来拍的一部片子，对，然后里面的枪战啊，包括军旅，对，军旅题材里面枪战，包括一些现实，就是我们还原度非常还挺高的一些场景都在里边，对，希望是我们这段时间付出也是值得的，想回头你们到时候好好的支持一下。有动作戏，有动作戏。之后还想尝试什么角色？这次演特警，下次换换，演坏人吧，咱们就。放心。怎么开始上采访了是吗？想对明年的自己说什么呢？想对明年自己说什么？我想对今年说点什么？今年还不是还没过去吗？还有好几天呢。主要我觉得这两年就希望大家没有大灾大难的，就这是第一点，身体健健康康的，真的长得不像，长得像，像，这个最近接了很多本子都是反派，三字打头了。就你们会挑事儿是吧？明天圣诞我们要拍追车的戏，开车要开一天。我这肩膀破了个小洞，你真贼！这么小这衣服就是这设计做旧了。放心。这样，希望你们习惯喜欢这头发。我现在就觉得短发还挺方便，重点是化妆现在贼快，现在化妆15分钟就消妆了，真的化消妆贼快。以前比如说咱们拍那个我和我们在一起什么的那会儿，消妆可能要一个小时最开始的时候，后来熟了最快40分钟，现在不就是对洗把脸洗把头。然后出门稍稍做一下发型，然后稍稍打个底，也不用做的特别精细，军旅题材嘛，嗨，很方便，很快，还有拍军旅题材戏，睡得特别快，睡得特别好，回头跟剧组申请，看看能不能提前放出点图片。哎，是没有什么妆造，毕竟咱们是军人嘛，
还是不太敢做得很。到我们镜头里看的还是比较还原度比较高的，伪素颜，呵，呀，俊杰，这是我们的张俊杰吗？我看见张俊杰说话，张俊杰，对，我们公司弟弟，俊杰，长得很帅。对，浓眉大眼，我们家弟弟画那个没画眉毛，就跟我画的眉毛似的。我们家弟弟也是摩羯座，跟我差一天。他圣诞节我便宜，过12点就他生日。嗯，回头关注我们家弟弟张俊杰，你们找找他。Jerry 是怎么回事？他自己取的。嗯，张俊杰，对，00后小朋友在南京上学呢，叫不是那个 Jerry。嗯，明天弟弟生日，对，我们公司弟弟也是明天生日，长得又帅，我说他长得像那个谁，像倪坤，嗯。我叫汤姆，我叫不了汤姆，我来不了。张俊杰，你说话这套老气横秋的，是谁教你的？哎，他跟我妈发的是，就这发型很不错，一个大拇哥。你00后一小孩，你怎么聊天？怎么00后小孩聊天？这发型很不错。屁，我可不这样。哎，我擦擦汗，开始出汗了。你们家00后小孩少年老成这样，我忘了，你们也是00后，我给你们已经，生气。哦，什么只有大拇哥啊？可以播自己的歌吗？我不，我唱不了歌。我唱不了歌，别放了，我求你了。我不要了。老师舌头起泡了，不要。哥还会驻唱那样，我哥不唱这样。什么时候女装做梦了？我不。女装不太可能，女装女过不好使，被剪掉了，尺度太大了。你们要求现在真是，呵，好像，这是你吗？啊？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哈哈哈！最先那怎么唱来着？你给我唱一下副歌，快听听，快！哎呦，唱的我想打喷嚏，你好像在咒我。你胸肌是越来越得劲儿，500万粉丝来女团，你先找老曹啊。你没事吧？你烧的很高吗？现在？我看他很累，我也不是很累，还行。我们组就是大家全情投入。曹老师新戏要上了啊，大家多多关注一下《少年歌行》的。曹老师新戏要开始，要开播了，26号上。好吧，同学们，为我们曹老师打打 call。人间富贵欢，
曹医生啊，曹老师拍什么都看起来那么有钱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想看哥的腹肌得花了多少钱？小明都看不着。哎，我看过。哦，你还真看过。对呀、啊，我让你健身的嘛，说那个，咱俩要转型，咱现在得转型。转型转型。曹老师最近挺多作品要上的，可以，曹老师那是另外的价钱，马克也是富二代。我们今天这期才有意思，我们不是穿一身特警的装备吗？然后进那个进警车里，然后结果我那个个太高了，进不去，只能进一半儿。眼睛还行。催催意念永恒可以，催催明哥意念永恒啥时候？明年，好，明哥说估计得明年了。是。哎呦，鼻子怎么回事？可晚上到点了。还留在明天，谢谢你们陪我过第四个生日，真快。眨眼一算就已经第四个生日了。真是都三十了，那又怎么样？我不在乎这个，我怎么可能会有190呢？你要消消的吗？要是显个。别催我这个，催我这个干什么？在北京的时候，不是那段时间老被隔离吗？啊，舌头好臭！在北京那段时间老被隔离，然后9天在家里研究做饭。我前天还大前天发了一条微博，就是我在北京家里做饭的。没事就做饭，上海建国歌曲外号192，好吃着呢，要是做饭。啊！这房间巨干。我半夜老干醒了，然后就哐哐找水喝。咳嗽咳得有点厉害，所以我尽量少说话。做饭也不是健身人，很多东西不能吃，就是控制一下还好吧，就该吃吃起来。人生在世，别跟吃的过不去。现在不是所有的影视剧都要求演员自己配音吗？这不好事儿吗？前面戏我都自己配完了，嗯。会有打戏呀、啊？其实何止打戏，干特警能不动手了？缉毒一线，发型可能不像以前一样，咱们走那个路线嘛，对吧？看看习惯习惯就好。我怎么可能涂口红呢？干的。
没有涂口红，廖师没有涂口红的习惯。廖师当声优，呵，谢谢大家。就是我很奇怪，就是我头发只要一剪短，就看上去会特别显小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刚剪完头发，然后没有做头发的时候，就头发怪怪的贴头皮的，跟小孩似的。哎呦，没给我录声过来呵。对，就很显小。然后缉毒特警他又需要那种经过历练的，你知道吧？进组之前，我们接好多本子是那种，是演坏人，可能有家暴啊，或者是演那种那个戴眼镜、有点斯文败类那种类型的，然后也有悬疑题材这种类型，就是感觉都很好，但是就觉得我面相太显小了，又显好，就看着不像坏人，但他演的他们觉得，哎，是那个感觉，就咱吃亏吃亏在这脸上。然后那段时间我留的长头发，我进组之前头发到这儿吧。然后打算塑造一下，结果进组了以后，咔咔，谢谢，婉晨在哪儿？啊？哎，为什么？啊，对。为什么还有人？哦，那我能看见他们在哪啊？婉成在这儿。哦，就是我的好友会上嘉宾席，是这意思吧？没事，哎。你猜呢？好的很快，好的很快，我觉得这次就确实好的很快，谢谢，快了快了，我确实挺快乐的。今天生日特别多人陪我过，我明哥还特别飞过来，组里的同事啊，我们的出品人给我过的生日，张巨杰弟弟在看一直播，这一路又是谁？我这说话得咽口水才能。一路是姐姐那边的。是我小孙姐姐那边小孙姐姐明天在威海过生日。的。是我跟孙姐就离2小时不到。孙姐开了在威海开了个餐厅，大家可以去吃。啊，对。那个小孙姐姐，孙怡小姐姐正好在录一个综艺，在鹿海，在威海，跟孙悦老师他们开了一个民宿是吧？餐厅，啊，开了一个餐厅，不是民宿，他们自己开了一个餐厅。然后会，如果你们在威海附近的话，有机会去的话，到时候去看一看。在威海一个好像是不是太离市中心特别近的地方，有点偏。对，在一个景区民宿那边，然后他们给大家做饭呀。听说头一天营业挣的，对，主要是就卖的很好。也不是盈利为主嘛。小孙姐姐就是给大家做饭呀。然后听说第一天头一天挣了多少钱，算了，不方便说他们节目，反正不多。听说吃所有东西挺好吃，我要是没戏，其实我也想去，因为离我还挺近的。对，咱也不靠这挣钱，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生活。我也挺想去蹭个饭。我爱吃什么？我爱吃的可多了。
我前段时间特别爱吃饭包，东北那饭包，有段时间减脂，就把土豆跟茄子蒸完了以后捣碎，然后你可以炒两个菜，我做什么那个干煸豆角，然后西红柿鸡蛋，你们再自己炒点自己想吃的菜，拿生菜叶一包，哇，会做饭，会做饭，会做饭，因为没什么油盐，然后吃的很顶饱。嗯，减脂我觉得确实还是可以，会哇，但特别香，特别香。饭包大宝最拿手，饭包大宝拿手。茄子好吃啊，好吃！我瘦了，我这几天瘦特别多。我这几天主要是这发型，可能你们认不太出来。嗯，我不爱吃什么，我不爱吃苦瓜，我不爱吃花椰菜。哦。打饭包，好久不见，显瘦显瘦显瘦。就是控制体脂，不是减脂。怎么感觉我最近的歌都还挺 R&B 的？切歌。螺蛳粉我还是拒绝的，朋友们。西兰花可以，西兰花那个放烤箱里或者放空气炸锅里烤一下，好吃。而且我现在特别爱吃烤蔬菜，比如说，哎，给你们建议一下，就是你们平时吃蔬菜特别费劲的，或者怎么着，你们可以炒一个肉菜，或者是煎个牛排，然后教你们做蔬菜汤，真的好喝，然后又你们补充维生素又特别方便。花椰菜跟西兰花不是一个，是一个品种，它是两类菜吧。嗯，那个蔬菜汤很好做，你们可以比如说喜欢吃蔬菜，你们自己准备。我是喜欢，你发现看久怎么感觉那么傻？你是不是烧了？怎么这样？傻吗？嗯，对，哎，我刚刚说什么？我刚刚说什么来？我忘了。哎，我刚跟你们说的吃什么来着？哦，蔬菜汤，呵，就你们准备，我喜欢用什么当汤底？西红柿，南瓜，然后那个叫什么来着？洋葱，嗯，洋葱，先把洋葱炒软，你可以加一点点黄油，然后把西红柿去皮，然后切小块，炒成那个碎一点的那个稠一点带汤汁的，然后要蘑菇，其他菜你们可以自己加，蘑菇、胡萝卜切成小块，小条也行，嗯，然后你白菜切一点钻，然后一点点豆腐。然后蘑菇菌类是要的，因为能提鲜嘛。然后你可以煸一点点的培根，先煎完了之后，然后把西红柿炒软了，炒软了以后把洋葱炒软，然后把胡萝卜扔进去也接着炒，炒的胡萝卜稍微有一点金黄色的时候要加热水，嗯，然后把你们想吃的蔬菜一股脑扔进去，嘟嘟个小10分钟，然后觉得口味想重一点的话，可以加点酱油啊，或者加点糖。记不住，出个教程来，我你说不，吧，我也记不住，你说。我不就不出，听者有心。因为好多朋友，我身边好多朋友就爱吃肉，不爱吃蔬菜，咱做的蔬菜汤，他们就很好接受。嗯，我太不复杂了，很简单，而且很实惠。生活，你们这是谁都不爱吃，
什么都不爱吃，就是你们家挑食的小朋友。对，因为这个我们家那个有朋友，小朋友那个啥，不吃，我哥俩的闺女，他们俩不吃，不爱吃蔬菜，然后就给他们做蔬菜汤，还是很好的。小朋友是因为挑食挑的特别厉害嘛，没见李博亮就胖了20斤，认真的吗？有缘千里来相会，说谁带劲？朱静进来了。啊，是吗？嗯。这是我们公司另外一个弟弟，发型好逗，可以可以，没问题没问题，你们开心就好。我已经出一身汗了。哎，真的，我跟我哥说过这事儿，那个我说，咱们俩录几期那个带孩子的。小朋友现在已经长大了，小时候好玩，小时候俩小女孩天天那个斗智斗勇。显得很呆嘛，咱们是剪的特警的发型，嗯，带着你，带着你，带着你，带小过年回家我就可以给你们录小朋友的视频了。我们家小朋友也太多了，哥哥姐姐们都有，都俩孩子，对，长大了不好骗，是，小时候欺负我。选什么？对啊，那我这发型剪完了，肯定得给你们看。我去，还行，我们看习惯了就还行。嗯，没事，其实他们基本上都戴着头盔呢。怎么了？我摘了帽子，我就摘帽子，明天就把头盔给摘了。基本上都是戴着头盔，要不戴着。因为特战。我就说是你吧，带劲，因为我在想没有，没有，主要是你前面还有个 DJ，我就有点不敢认你。你前面还有个 DJ，我是真的不敢认你。我刚刚就想说是不是你？哎呀，还有我们来自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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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头发不像我性格，我们回头给你们看，有机会看能不能跟组里申请下看剧照，剧照还是也是短头发，扣了个碗嘛。就你这个 ID，你跟我说你是纯路人，你真是，跟浩轩有联系吗？那个世界杯时候联系了一会儿。每年有球赛的时候，就是我跟浩轩联系的时候。季阳更逗了，算了，不跟你们说，问什么我说什么，真逗，我可不说。谢谢谢谢谢谢，不告诉你们，我不说。我再播一会儿，下播了，我明天早上还得开工呢。嗯，我是不是还得点蜡烛？好吧，来陪我一起，我们拆独家这个蛋糕吧。
那个奥特曼有点沉。然后特别谢谢今天陪我一起过生日的大家，谢谢我们组里的同事，谢谢我同事明哥还有婷姐。来，哎，需要给我几个蜡烛？啊？谢谢，我们用这个吧。明哥火在你那儿啊？繁星的生日蛋糕，你们还记得那个？我要不要来给你们演一遍？啊，我插三根也不合适，三根挺奇怪。差一根就行。行，差一根吧，挑个颜色。蓝色还是粉色？我不需要蓝色。好吧，来，正好你们陪我一起过个生日了，朋友们。蓝色的，我发型是因为我拍了一个戏，是一个特警的戏，所以我需要剪这样的发型，好吗，各位同学？是因为工作需要，灯我就不关了，关了以后你们会看不见我的。好不好？OK。哎，确实还是挺感恩的，在今年最后这个时候，对吧？大家一起，不不，哎呦，这波好蹭到就你眼睛浅。你就好吧，像你就看不见了。那你们开始准备唱生日歌了吧？我在这打拍子，好吗？你们唱生日歌，反正我听不见，但是你们就自己各自唱起来，好不好？来，三二一，唱。你别去 KTV 了，我真的是求你了，李玉明。所有的烦恼说拜拜。祝我生日，我自己唱歌好像有点那个。我可以唱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跟所有的烦恼说说拜拜。拜，所有的烦恼说嗨嗨。我也不知道啥。好吧，那我许个愿，啊，就闭眼许愿了，来吧。哇哦，真好！谢谢你们陪我过生日，吃蛋糕吗？各位同学，啊，我吃，你真是不拒绝，听见你得吃一块，因为你今天没吃着。他告诉我，我必须得从头切到尾，切一刀。但是我要切一刀的话，这 Happy Birthday 一定会。衣服是被啃过吗？这衣服就这样。你今天你这个 ID 我记住了，你今天已经说我好几次了。里面是奥利奥，真的，里面是奥利奥。天哪，这个蛋糕不想让他们放回去了。我想吃奥利奥，我爱吃巧克力，我爱吃。蛋糕我是不是可以留着明天早上吃？算了，早上我明天得拍车戏。在车上待一天，来吧，给我们龙口三人组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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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叉子。来，请接你的。寿星，寿星就是，
你先拿去吃，快点儿，给我。可以，兼职有分，你们来啊，兼职有分。可以。我先吃为敬。那你不错，宵夜。宵夜，你不是刚吃完晚饭吗？玉米，还让你减肥。哎，听听，我想想，我跟在砌墙一样。哦，这好好看啊，就跟我在北京画画一样，顺丰包邮。还不错。彩虹，明哥吃啥都这么香，哦，好好吃啊！这奶油真的贼香。我已经吃完了。我三块还没切完，李宇明吃完了。哎，我等等等。你再来点，你手动吧。明哥吃蛋糕这块我是服的。可以可以。小明深渊巨口，哈哈哈！好吃啊。吃完躺你床上了吗？我是躺在那床上。不行，黎明吃完了以后就要躺我床上了。No way。没一块肉是白长的，那、哦、刚刚好。我俩不一起，我可不，我一会儿就回去了，我有地儿住了。那你住的不是还是我房间吗？但我可能得少吃一点，因为我吃完了以后嗓子特别哑。好吧，但是我实实在在吃了，再吃口奥利奥。这奶油好吃。拿走，拿走了要骂我。你像个卖花的大男孩。这好好看，好香啊，我的妈！是真的，我很想吃完，而且我已经很久没有吃甜食了。明哥好可爱，明哥当然可爱，主要我这个嗓子，吃两口可能就不太行了。明哥夸你可爱呢，明哥，今天夸明哥可爱，提前祝你们圣诞快乐喽。我吃呀，我一会儿吃呀，刚回来，睡觉前吃呀。可以了，下班了，同学们拜拜。他要睡觉了，因为他明天还要早起。我明天早起还要开工呢，我要起来消肿，好吗？谢谢大家，圣诞快乐！谢谢你们，提前祝你们圣诞快乐，好吗？今天回家过个好年。拜拜。
拜拜拜拜。嗯，你没好好过圣诞啊。拜拜，下次见。嗯，后面有机会我就多直播，好吗？